圳沟黄色泥水滚滚，因为下雨溪水暴涨，有工人掉下去，一路被往下冲。警方获报到场，开始点点名。能拉用梯去北区。OK 吗？我在前面安全区。四名落水工人全数平安上岸，只不过其中这名黑色衣服的余姓工人全身虚脱，伤痕累累。被冲上来爬在地上的那个哈，他全身都有受伤，被冲到都不行。九号下午，高雄下起瞬间暴雨，鸟松、美山路、仁美桥溪水暴涨，四名在进行槽工圳桥底工程的工人不小心被水流冲走，第一时间三名工人就爬上岸，余姓工人则是被冲了700公尺远，遇到水浅处才有力气自己爬上来。余男遭冲至美庄路17巷郡沟旁自行爬起。警方立即协助送往长庚医院包扎伤口。被冲落水的余姓工人虽然捡回一命，但全身多处擦伤，送医救治。高雄连日天气不稳定，瞬间降下暴雨，也让正在进行桥底工程的工人们陷入重重危机。镜新闻林青、杜颖杰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